当片叮当配音的资深配音员林宝全，朝长屋企，逝世，终年63岁。由陈耀宗讲下他的配音生涯。估唔到30年嚟，大家仲系咁中意我同我把声、啊。你哋点解要咁对佢、啊？几十年嚟陪住一代又一代嘅小朋友成长。哎呀哎呀，你点解要捉三美小姐啊？林宝全嘅声由80年代开始已经同叮当或者后嚟嘅哆啦 A 梦画上等号。佢嘅声仲演活咗多个电影同电视角色。佢哋食咁多嘢都系10蚊咋？除咗系洪金宝多年嚟嘅指定配音员，足球小将嘅林元三、龙珠嘅天津饭都系佢。林宝全祖籍中山，1951年喺澳门出世，71年加入无线电视配音组，80年代一度离开，到93年重返无线至今。我咧就冇谂过要退休嘅，因为其实呢行咧可以做到好老都得嘅。最后一套作品系下个月先至上映嘅《哆啦 A 梦》电影。我唔可以再留喺度，真系要走啦！有线电视记者陈耀宗报道。